刚好疫情啊，跟女朋友还是有点不愉快这样子。那棉姐怎么看？哎、欸，她最近的不愉快是什么？对不起。我原来来台湾，然后要跟她的家人见面，后来好像就带回日本去了。那江宏杰火大什么事呢？就是你来带家人，这是你的权利，没错。可是我要找你一直找不到人，为什么你失联了？对，我觉得还是透过律师来讲话会比较好啦，这样子才是比较。我一再强调就是理性的对话。昨天半夜鬼门开嘛，那你分享一下，就是有没有比较特殊的断鬼经验？啊，那你就问到专业了。本人是就读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，所以我们也研究了很多啊、这个民间信仰。那么今年呢，因为九星归位五皇正宗，所以呢，今年的农历七月，大概从八月七号以后就真的很凶。所以如果是农历七月期间呢，如果你要超过晚上十一点才回家的家长呢，你回来不要直接抱小孩。我们在防疫期间也是啊，哈，你回来就是洗手，只是你现在连身体都洗好再抱小孩。那还有今年的水关呐、啊，就是水的部分，对，还有车关呐、啊，那这些都要比较谨慎，因为这个磁场共振的关系，所以很多人会做出不理性的行为，所以尽量这个不要去凑热闹的地方。特别谢谢于仙姑。人家怕鬼月，那鬼月因为是我的月，啊、不好意思， no. 我提早出来。